最爱的车队，是你最爱的吧？啊，没有。要爆炸吧？我记得那有一回你要闯，没有啊？那为什么我已经被打了？因为没有人看到我才对啊。特别爽！哎，你不是在打吗？有啊，我看到你在20公尺，那么远。你20公尺，没那么远吧？哦，他们有噪音又来了。没有来了，谁又来了？那个啊，会燃烧的，哎，我要回到桶了。闪人哦！闪！我被卡住啦！我刚在发招啊，然后我还被卡住啊。为什么没有招式啊？招式就旋转啊！那谁旋转啊？你没加体力的是不是？我之前都有加体力的啊。我那个韩国朋友确诊了。你对感啊，冒了吗？不知道哎，他说反正他是有确诊，他有那个诊断，是真的确诊，不是只是病症。你看我打那个吗？他有吧，他应该都有打吧，他是消防员呢，哦。公务员应该有打。不过不确定，因为南韩应该也是蛮多感染的嘛，所以不确定他有没有，他需不需要隔离耶？怎么可以要7000一万块？很贵，要什么？1万块啊！为什么要1万块？就隔离病房啊，隔离饭店1万块。哦，不是饭店啊，他是啊，不是呢，是被要求要住隔离呢。对啊，我们被要求要住隔离，要付1万块。我是哦，没有被确诊，没有确诊的话要付1万块。啊，但是有确诊啊，他不是说没有确诊，确诊就不用，我们的对很啊，夸张。那正常吧，没有确诊你就当去旅行了，可是我不想要，不想住啊。没有确诊，住个，那你就不要住啊，不行，强制的。你是说去玩旅行的吧？没有，是最近被框裂的。哦，就是说那种。那种叫什么？你有紧去有密出接借的触地方？吗？对，也没到亲密，就是你有去，他有出借地方，就可能被狂裂。哦，那个也需要啊，对那呀，就在家隔离不行吗？不行，除非你看整1人1户。一人一户哦，对啊，那这么没东西。那么神奇哦，你们这个。说除非你们可以达到1人1户，不然的话。就是自己一个小套房吗？还是不是？是一个小套房，是一个哦，小套房才行哦，家里不行哦。你有日元？那个34、34、2、33，你刚刚说哪有东西啊？没有，我现在在找那个。L2很常碰到哎。对啊，你就不能把你的钱币丢出去。
我是没有钱币，我是没有放，我是把那个紫外光调出去。哇，紫外光太浪费了吧！那没办法啊，它就设定在那，我可以怎么样？在哪里啊？不就回去四期吗？不是不是，我在找那个。你有看到抑制剂吗？没有，你左下角没有那个吗？没有呢，没有，也没有，也没有震动，也没有讲话。我有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有，我没有？好了，在这栋房前面。为什么你有？你在讲没有那个？是 bug 吗？明就有，我听到你的声音了。我没有啊，你听到什么声音？你那个你有把的声音。那是你的声音，我是没有声音的。我拍给你看啊，不然。睡着了。我是完全没有东西啊。我拍给你看，我右左下角完全没有。bug 哦，对啊，而且在黑暗中间。而且我是完全没有声音的，哎，就是没有那个什么涅槃，我不知道你刚刚听到什么。啊，你是涅槃的？我没有，我完全没有听到声音呢。就是如果是说你发出的，我也没有听到你的。我好像没有。不对不对，走去哪里看一啊？下，那 bug 被人家丢了，这里。你怎么上去的？也不对，你在下面呢，对啊，我妈，绕过来，绕过来而已。是哦，你绕过去干嘛？这个任务啊，很久下去了，你下去了，不能动去了。这里吗？这里有个，找到了，啊有。靠，这里。啊，这里，这里不是我们。哎，这个洞怎么那么像？之前是什么？是找狗狗吗？你觉得每一件都很像哦，是哦，是因为很像，因为我记得你那时候有在那边偷偷在那边打的啊？对啊，可是我不要啊。啊。哦，好多人哦，哎，真的很像呢。我觉得每个用都不一样。他就是懒惰嘛，复制贴上。对啊。好恐怖，嗯，我不知道，这种时间白天应该是拿不到那个东西。为什么？里面都怪物啊，那、啊、你不是很耐打他们？没有，我是和平者。是吗？嗯。为什么那么凶啊？又拿很重的棒棒啊！我看到你把我打飞了，太扯了但是我看到人都在这哎，吧！我看到你把他打飞，这真是很多 bug 哎。对啊，就是不同步，要凶哦。为什么可以这么凶把他打飞啊？有吗？不是看错了什么？啊！你全部打开了，你是这上面跳都打不开吗？对啊，bug 吧。在哪里啊？不是回去四级吗？有地震吗？
哎，就有那个，哦，应该是当那个，那个，好安静哦，这里，对啊，你都没了。因为他们被入侵不是吗？所以都死掉了，啊？就剩苏菲跟他弟弟不是，巴什么巴尼。那边背叛他们的是卡尔。因为卡尔就是要和平。然后他们不和平，那就大家一起死。减至3至5天的那个隔离，去台湾哦，还挺的不错要打3个疫苗跟阴性结果，3一个礼拜了那你说啊？哎，不知道，再看看吧，1个礼拜变成五，还是觉得很不划算呢。为什么我们生在这种地方啊？是不是要？他说他看到尸体。我很讨厌是他每次明明我没有被发现，然后他卡在一个点。然后让我被发现，我不能击倒他。哎，这个头怎么掉出来了？好可怕啊！你，为什么会准备站在这里？这谁啊？这为什么他站在这里？这谁啊？这是那个吗？苏菲的那个人吗？对啊，不是。你应该不应该站在这里呀？那你大棒棒打啊！所以这个游戏最后的 BOSS 就是把那个华尔兹博士打死，是不是？对，应该是咱们的。跟我妹妹结合在一起，不对，是抱在一起。结合？哇，你这个人原来你好这一位抱在一起。啊！原来我懂你了，原就是来。抱在一起。他怎么死那么多了？现在我这样我交易所不就坏掉了？就没没了。啦，你怎么不解放他们？我想看看他们在里面啊。只剩三个。那就你开开哎，门。为什么刚刚门是往里面开的？现在为什么从？为什么往外面开？赖丽丝。楼上还很多，就苏菲还没出现呢，我去哪里找苏菲？就楼上就那个灯塔，哎，不是灯塔，是那个什么什么塔？这里的啊，没有，是他房间啊，他被关在小房间，在做恐怖的事情。哎，为什么不用你开锁？啊？对啊。诶，这没有名字对啊，
好可怜哦，OK。要我死！被打。他们人那么多，我是不是很智障啊？每个被打。哦，我跟他好了。哦，安德森是一开始想要死那个虐待我那个女的，对不对？啊。是刚揪出去的四级人吗？对啊。欸，他们拿刀欸，你要小心头被割下来啊。别烧死你。加油啊。欸，我的药物变蓝色的欸。他刚刚完全没有变的欸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奇怪啊。哦，被打一下就那个欸，他去哪里？他去哪里？他不见了。他在啊。他被打进墙壁里了，为什么？不是被我打的吗？因为我听到那个声音，那个慢动作在我这里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哦。哦，其实我跟他好了欸，会不会太神奇啊？我不想要跟他好。对啊，他看起来很奸诈。我会跟苏菲好，可是不想要跟他好。那个嘞，我们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有帮一个什么工匠大师，他现在没有在做工匠吗？哪一个工匠大师？那个杀了那头羊的那个啊。哦，哎，他没有在做，他退下来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他被封为工匠大师哎。对啊，为什么没有？还是他是纹身组？他不做了，是不是？放弃。纹身组吧？不是啊，纹身组是他儿子啊。那时候那个老人旁边就有纹身组啦。哦，对啊，在跟他比。对对对对，然后他很傻眼，就说：“为什么你要变成那个？”所以那个人不见了。他死了。是应该把它变成僵尸，不是把它带回来就好了。哎，你真好重啊！他吃上去的啦。是吗？对啊，你看他手上都刺青呢。哦，你跟他一起的欸。
你跟他一起吧。外面是有人敲门，是不是啊？那我们在修复。不是敲门吗？嗯。没有人修复吗？有啊，这些吧。等下，我想要买酒精，我没酒精了。买酒精，我没法做那个炸药啊。买酒精去药局买啊。等下，啊，这怎么交易？这为什么门你进来不关门？我没有不关门啊。有啊，你的害他们被入侵怎么办？不会，他们两个都死光了，还入侵呢？就是为了你入侵啊，没有人了，现在都没人交易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在外面。哎，可以对话哎，啾啾啾啾啾，不准他。因为你荡过去嘛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哦，我也抓一下好了，结果我抓到第二条，然后我又掉下来了，完全不知道在干嘛这个游戏。2个人，对，这个可以退吗？他不行吧？对啊，都已经玩到这个程度了，玩到什么程度？玩到你已经厌恶的程度了，他不给退。他的，我觉得他的剧情来讲，好像也真的没有2077好哎，其实。我其实已经忘记2077要讲了。哦，因为你也没玩完呐、啊，我有玩完呐、啊。你是死在这吗？对啊，来你吗？哎，来不及，他给我对，掏出武器，又掏出我的武器，然哦，后对着，他好闭眼哦，然后一对样的着枪。你，对啊，然后对着你，不知道做什么，刚好掏出我的凶器。对着你的身我有体，多做超出休息的动作。对，真的，我也知道，就是因为想对着你意淫一下，找不到凶器，对啊。意找淫不到一凶下，器，所以找不到酒。看不过去啊！我还没到啊。是吗？我怎么看到你？你跟那个目标都是距离我60公尺，那你到了偷偷不传我？你在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在上面啊？知道哎，不过这是哪哎？为什么上不去？我上来了，好快哦！我主角在那里，然后摸鱼。就摸一下你啊！不是这里吗？这里有门呢，不给我进去哦。为什么还不进去？我在上面等你。不行啊！我看你一直瞬眼。啊，我漂浮在空中哎，其实。对啊，我刚才看你他们在干什么。我真的是一直卡点的哎。你是不是偷拍外挂？想好不好？害怕，为什么害怕我？因为我是我是瘟五神。打二啊。华尔兹，他为什么知道他？
哎，结果是他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们那时候不是有猜这个吗？所以他是华尔兹的人。靠！所以他是被迫要跟他一起，但是他想要离开。你决定了，很难选啊，讲一些。你不是有倒数吗？对啊。啊，帮助什么？狙击手射箭。对啊。欸，他为什么一来？哦，因为他是帮他做，所以他知道是华尔兹。在哪里啊？在对面的屋顶。那我还是用望远镜。我们来跳华尔兹哎。